香港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 Hello L 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 Ella， 新年快乐。 Hi L Hong Kong， 这场秀非常的棒，就是从你一进到这个场馆以后，你就会感觉到整个氛围非常的非常的浓郁，然后还有你可以闻得到草的味道，然后看到满地满地的康乃馨，就觉得哦，整个感觉很好。然后当秀一开始的时候，是那个现场的那个 live 的弦乐手他们在现场表演，然后呢中间有一度就是突然加入了流行电子，就是比较电子然后有点节奏感的音乐融合在里头，你就觉得整个氛围就不一样， party time 来了这样子。然后最棒的其实就是还是 model 身上的每一件衣服，真的就是你看到每件衣服它所有的细节，然后你就会想象说我可以在什么样的场合穿这些衣服，然后很多很多大衣很实穿，非常的好看，简洁利落，然后也整个就是有一种比较奢华的感觉，对，很高贵，有一种贵族的气势这样，所以很开心可以来参观这场秀。啊，我今天就是很单薄的两件上衣吧，就的衣服，可是它上面其实有很多很特别的小细节，像是一些轻松的东西在里面，然后材质也非常的轻松舒爽，很透气这样。我其实帮他买了一套那个，就是蓝色那种唐装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连身的唐装，就很有中国风这样。所以我很期待这一趟回家以后，然后过年的时候帮他穿上那个衣服，然后到处去讨红包。